前是个蛮稳定型的，是慢相处，不要伤感情的。最重要来的还是我的国家300多名高手一起参加竞技，以及还是我们有趣的一切，让地球平等。所以年龄上我们都有很多的环保意识以及环保的材质来提供给我们所有参与者的活动，使得地球资源地球的软化每一年都有成分。所以今年除了这个主题以外，另外就是迈向下一个脚步。人生是不在于今天超越昨天，明天一定要比今天更好。所以万金石马拉松就是一个自我挑战。今天的天气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的选手跑起来不但风景美丽的一展现，更重要是只会愉悦。那在我们动用千余人的体力，这一次万金马拉松相信能跑起来既安全舒适，更重要的让大家能够在万里之上热爱好好欣赏美丽的风景，还有跑完以后可以分享我们万里不见花，以及我来最容易见到最棒的万里之地方的所有人。好运，海运，总嘛爱照天光。